那个直接电子了吧，不用再登记了。我们这边也是需要登记。还要再登记？对。啊，还要再登记？对。你应该扫完了就不用登记了，信息不都传上去了吗？我们这边影院是分厅的，它不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，它分厅。36.2。得两副吧，这两副啊，行啊，可以进吧。好，欢迎光临。这种夹片式的看着，这里边是两个，对对对。咱们那是最后，跟最后走吧。四和七，你坐那七那儿，我坐四那儿。坐呀。挥挥手。
中间隔俩座位。对。观点服务，现阶段影院全部采用线上购票，取票机安心取票，隔排隔座售票，观影距离保持1米，每场上座率不超过30%。观影全程请您保持佩戴口罩。影院每天进行全面消毒，每场放映结束，影厅再次进行消毒。3D 眼镜等直接接触物品，每场消毒一次。卫生间等重点区域每日不少于5次消毒，全体员工测量体温，佩戴口罩上岗，请您放心观影。华谊兄弟影院祝您观影愉快。